拔管炼金，哎呀，我们只要不吃他的屁就没事儿啊！哎，这不吃屁，哎，平 A，平 A，平 A 点燃，一 A 死，许多炼金。 都以为自己一级是无敌的，但其实一级的炼金是个弟弟。这波不回家，感觉有问题，还是回吧。谢谢Young Scraping。 感谢央视亏屏，另外啊，直播间还有1分钟开奖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可以来一个办卡试试运气。谢谢 No 哥。 他升了，他升三了，而我们还没升。先别打，等个三再打。感谢孬哥，谢谢金陈总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这波告诉你们怎么打啊，首先平 A 他 ，A 接口，E A W。 硬背我们，他不背我们不要用意，他背了我们再意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，感去红棉袄，还有30秒啊！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找俺老孙。哎，嗯。 谢谢你才是老六，感谢燕北风沙，还有7秒钟啊！谢谢情话暖心，扣一下，一 A， 再 A， 再 A W A 接双 Q， 接平 A 吃小饼干，平 A 一下回血。 气坏了，这都没得了。这波直接送他，出个皮还。 为什么点燃这么快就好？因为他一级没那啥呀，因为他一级没放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嗯，先扣他一下，平 A，E A。 在 A 打W A 接坑，接平A，接平A，接个坑，咱就不用点烟了，浪费。这个炼金我估计又要被迫成为送死流了。一般炼金。 就是顺风，哎，就是狠；逆风就是送死流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啊！一出R点燃 W A Q 再转
往他屁股后边走。如果他背我们，我们还是在他前面，他也没办法往塔里边跑。是个塔皮。回家出装备去。我们现在需要推线快，推线慢优势攒的慢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提亚马特。猴哥，你啥时候更新视频呢？什么视频？你说的什么视频？我兵啊，我的兵，我的兵。你大爷的。去修炼个几年再来招俺老孙吧。哎呀，这不让着炼金卡兵线了吗？女人真是坏我的事儿啊。给我把他杀了。你是真是，你的技能放的是真准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连扣一下，让他出来，让他炼金小发育了一波，再扣一下。本来正常他是不应该发育的，先去查个眼儿的。怎么的，没有人管你了是吧？先吃个药来。EQR W 扣再转 A 接一个扣，查眼意思。我要吃塔皮了。回家，他应该马上要到了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三项的话1500，我们攒够1500再回来吧。午睡还看直播，那放松的时候他看直播呢？有没有现在要午睡？午睡看直播要睡觉的？我给你来一首摇篮曲吧。安眠曲，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，懒得喊陪着你，懒得喊爱你，快睡小宝贝，夜幕已低垂，床头铺满玫瑰，陪伴你入睡。睡着没？
你要干啥呀？啊？你要干啥呀？嘿，我一走，奥拉夫不怕死，凭给 A 扣转起来 ，W 开 A 扣再转，他你都敢帮？扣一下，平雷 ，E A 次要再 A 接扣，我杀了。好 ，A 扣 E， 他被拦了。奥纳夫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炼金你都敢帮。他都零九零了，奥达夫本来挺顺的，四二零，非得要帮着炼金，咱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。先来个三项，出个十字镐，这把我们打单线了。这炼金不喜欢带线吗？不让他带。带线儿啊！一 Q 平 A 吃药加一个 W A A Q 再 A， 好一 A 100块钱，100块钱咱也要，目的就是不让他带线儿，带线儿你就给我死，死完我就带，让他永远一塔他也拿不了，让你送。就是蓝不太够用，为什么猴这种英雄需要蓝呢？回一个塔下待着不好使，这波如果我再推一波我感觉我要死，不推了，撤了，人可能有点多。晚豪来了，吃狗屎！凶了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！锄头装备了怎么办？算了。将错就错吧，收集者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还带，那我们再去上。你就无限杀他，你也不要想说是他值不值钱这种问题，不用去想，到线上就把他杀了。他要送，咱就杀他。我先把兵线收了，好，说完啥？跑了。哎呦，炼金有助攻了。
这不有人啊旁边啊，来飞我，好飞。这波卢仙不行了，这后边怎么还有个婉豪呢？俩人就算了，屁股后头还有一个。我这也就是 W 用了，我要没用的话，这个 ADC 就是。这个炼金现在是0-11，俺们家比分24-21，确实是行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把红打了去。谢谢三分脾气的飞机，感谢三分脾气。还好我那银头不是卢仙的，别着急，把卢仙给我杀了。兰博干了过来干嘛？把塔拆了，收集者好用啊。呀，奥纳夫要拆我们二塔，你去把龙拿了去。然后我们也拆个二塔，没关系，这不亏。我这二塔一定得拆掉。嗯，吓死我了！我先来个贪欲九头蛇。先别上啊，我们没有大，等一会儿先打个鸡，然后下路的兵线去守一下，把下路推了。三项现在三重打击会提供25.1速，黑切是三重打击吗？黑切是狂怒。哎，不对啊，对，黑切是狂怒，它不是三重打击。你为啥敢跟我打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啊。还有你，这婉豪是个辅助吧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凭什么找我打呢？来吧兰博，你守不守？我看你守不守这塔。你要是绕一圈，那这塔可没了啊！你还敢来？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，小伙子，我得给你个999了。还有没有人了？嗖一下走了。这波如果我们试试能不能杀卢仙吧，我还想如果我们那个稳一点的话，交个闪，那奥拉夫那啥了，那不行了，奥拉夫交疾跑了。婉豪的闪现还让我们给打出来了。
啊，比较的不错。婉豪交了一个闪，出个黑切看个什么效果。九头黑切，这边 AP 其实比较多，我最好是来个谢婶，谢婶。好痛啊，这卢仙为什么一个人在后边出来了？哎呀，啊，卢仙为什么？没事，这都得死，先杀兰博，给我粘住了。哎呀，这有一坨粑粑把我粘住了，打个红去吧。这奥纳夫哪里来的？奥纳夫也不够肉啊。一 A Q W 频呢？一 Q 烫死了吧？哎，这红 buff 居然收集者没触发。不知道他们家蓝有没有眼儿啊？我挡一会儿，谁搁这插了个针眼儿？啊？谁插完针眼儿跑了？我请求与你们决斗，几个人吧，先杀兰博来，抽一下 A 接大招 W 溜，让他爆甲猴，然后杀奥纳夫 A Q 再 A 走位 ，B A Q 一起平 A， 这暴击了，为什么暴击了？本来我这边四杀，他要不暴击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他的暴击有20%、40%、60%的暴击，60%再加个黄叉的75%，啊，那暴击也比较的正常。去上路收兵，别去上路了，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1v5，给个舞台来，我们来波舞台。有妖气，先转起来 ，WAQ 再转。先杀的卢仙 ，A Q 一死，再平 A， 点点点 Q， 平 A 平 A 平 A 一 A， 哎呦我奥纳夫，有死亡之舞，我靠，这也不行啊，这猴，看来1v5是不可能了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收集者换了，换个大青鱼儿。
还是死亡之舞改版了，参与九头蛇也不加多少吸血了。嗯，他那吸血要能高一点还行，这10%全能吸血，一点用也没有。死光了，死光了也比较正常，毕竟我们是没在的。开个钟，为什么追我？再追一下子，再追，再追！我看谁来追！哎呀，我还追！追我是是不是追我？是不是追？啊，是不追？是不追？是不追？追！追追追追追，还追还追还追，还追追追追，还追！拿下！